刘嘉玲呢日就出席服装品牌活动，提到日前嘉玲姐就喺社交平台上传咗一组登山照，相入面嘅嘉玲姐仲好大胆咁坐喺悬崖边，非常危险啊！我都觉得唔系几好嘅，因为坐喺度咧都系危险噶，即系我啲朋友都有提醒我，同埋我亦都系提醒行山嘅朋友都唔好咁危险坐喺嗰个石级度，因为唔小心咧真系会发生啲咩事嘅，就唔系几好啦。不过伟仔好似都已经休息咗一段时间啦，唔知暂时充当经理人嘅嘉玲姐几时先会安排呢位艺人复工拍戏呢？帮佢推咗好多工作，咁佢去到呢个 stage， 想揾啲嘢突破系比较难啲嘅，不过唔紧要啦，梗有机会嘅。